直至到係今日咧，我哋係收到41個係港人求助嘅，其中24名咧嘅人士已經係確認咗係安全，當中咧16個人咧係已經翻咗香港，咁其餘嘅17個人咧係根據我哋嘅最新嘅資料咧，係4個人咧係相信係身處喺緬甸。另外13個人咧，我哋相信咧係身處喺柬埔寨嘅。啊，咁呢啲人士咧，嗰個人身嘅自由咧，都係受到呢個限制。咁其實喺8月22日開始咧，我哋係保安局係聯同咧，係我哋外交部駐港嘅特派公署啦，我哋係當地嘅中國嘅領館啦，同埋咧就係一啲係當地嘅一啲嘅警方啦，同埋我哋香港係駐外嘅經貿辦事處咧，係協助咗5名香港人咧係安全翻到香港。咁另外而家咧係另外再有5名呢啲嘅香港人咧，而家啱啱係坐緊飛機咧，係都準備咧係翻緊嚟香港。